哦，来到这个台南 ABC Burger， 爱吃汉堡包的我怎么能错过呢 ？Let's go, let's go, let's go！ 这是 ABC Burger， 台南。那我点了一个 Oreo 奶昔、炸洋葱圈、花生酱鸡腿堡。他蛮贴心的，因为知道说这个炸鸡腿呢跟这个花生酱会太甜，所以呢他就叫我们改成这个鸡胸肉，比较吃起来不会腻。满满的都是人，所以只能外带了。接下来就是等吧。冰淇淋呢都是自己做的，然后再去做成奶昔的底，转来转去好疗愈。汉堡呢还要等一下，所以就叫他先做杯 Oreo 奶昔给我们。OK， 这是奶昔 Oreo 奶昔，你要喝一口，讲心得感想。交功夫咩？到嘴巴，如何？旋风，妹妹说是麦当劳的冰旋风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来去拿汉堡，走吧。不好意思。你要先刻一下吗？好，我想说我们可以边走花园夜市，真的、哦，嗯，比较好奇是你的那个洋葱圈，嗯，很妙哦。啊，不用心的是，就是那种冷冻出来的那种啊。那是我们点的，就是炸啤酒洋葱煎，然后这个是我们特制的汉堡。你把话先吃吧。好。我帮你拿。你把话吃，你不要。花生酱鸡胸肉汉堡。炸出来的鸡胸肉，特制的哦。哦，好香啊！你看，嗯，看里面，然后这样子，菜，然后肉，然后 cheese， 还有一个。不要这样翻，这样翻不好翻。好，翻不好看。好，你可以换你咬。哦，还有你爱的花生酱。嗯，是不是你爱的花生酱？很棒哦！太好吃啦！好吃啊！对。好吃，谢谢。哇哦！哇。很棒哦，果然是要换鸡胸肉，还好我们对他说的也有道理。嗯，这个好吃哎，有用心的汉堡店，难怪里面都是人，所以我们只能在外面出。那他这样搭还蛮好吃的，不错。那这样我就很好奇的那个，你说那个肯德基的那个会不会很油？它不是炸鸡花生酱吗？我觉得人所见的你都不要期待。嗯，这个
一百几，一百六十五，一百七十五，忘了。嗯，而且它的花生酱是有颗粒的，所以在咬肉的时候，你会跟花生粒一起咬。坐在外面就吃完这个了呀？吗？坐外面也消化了，最好是坐外面快。我今天很累，所以消耗特别快。你今天很累吗？嗯。你昨天没睡好？哎，你很累啊！就每次带我去喝啤酒。我走了，可是很气啊！我求求你了，我有两天没看到你耶。谁？你妈。两天没看到你。他说我，他即将要两天没看到我，我就一天。啊，二航，已经有一天没看到你呢。这是蓝赛图文创园区，然后我们今天吃这个黑椒汉堡。等这个汉堡的时候呢，带你们来逛一下。黑椒汉堡，我们点的是这个，豆大酱。如果我没有看错，两位应该是低能儿。豆大肉酱鸡肉汉堡，面包呢是用竹炭和可可去做的，所以吃起来呢会香香的。这个呢，面包很 Q， 它的面包很好吃，肉呢也蛮嫩的。但如果喜欢吃辣的，这个辣的肉酱应该还好，因为我本身不吃辣，可是它没有让我感觉到有辣。有请大师。这个肉蛮嫩的，然后面包蛮软的，可是就是不知道黑椒，它可能只是黑色的吧，那我觉得它是一般没有什么特别有味面包。这个肉酱蛮搭的，但是整体有一点。我觉得个人觉得不够清爽，有点油腻，非常油腻。你看，是非常油腻哦。拜拜。